于是殖民地撞上了地球，世界就毁灭啦。我遇到有人他一直用 FBI 的名义来恐吓你的话，我建议有两个方式。第一呢，第一个呢是找到陆克，跟他拿死亡笔记本。你看夜神月杀 FBI 的时候都没在手软的、啊。快住手啊，警察先生，我手上没有死亡笔记本啊，你们去找夜神月好吗？不要来找我。啊，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像游戏画面这样，养一只黄色恐怖在身边，你就不用怕了。你们要怎么跟我斗呀？哎呀哎呀哎呀，当我没说吧。叮，牙齿好白啊！喜欢的食物：培根、鱿鱼、火药。看来火药术是西传的啦，但成吉思汗他好像不懂弹道学就是了。不信你看，现在连一发大炮都还没命中我。啊、大哥，不要不要不要靠反击，拜托，枪下留人呐、啊！哎，我都忘了这个可以射了。Yes, a truer shot was never loosed. That bat will be grounded for a good spell. The rest is in thine hands. I await good tidings. Ah, dragon slaying, knighthood's high calling. 我不是骑士，是异端魔女哟。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奇妙的问题：魔女会不会溺水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台语，是一名巫女，也是一端魔女哟。虚拟服务人员 N9 PSG N9 2岁，他喜欢把秘密告诉别人，快把秘密都告诉我。你应该知道没有那种东西存在的。用你们最擅长的方式抢呀。空的。话说，我可不想吃 cheese 口味的刨冰啊！那墨镜只要被打掉，就没戏唱啊！小米啊，我看无啊！这仔细听那些黑衣人，那个黑衣人的墨镜哥，他们在捡眼镜的时候，他们是说台语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台语，是一名巫女，也是一端魔女哟。没想到我会在影片里说话，对吧？其实是作者委托我打破第四道墙的。你问我为什么被关在牢里吗？当然是被白龙西斯给关起来呀。这是厕所吗？哎，前座既视感崩。哎，你都很喜欢炸厕所。我是王牌杀手。王牌杀手死在厕所了。尝尝我的碰碰拳。粉碎吧！哇，好可怕、啊！是全集机器人，是全集型机器人。哇，好强的大炮啊！我要怎么对抗他？哎，大家你怎么报的？我好坏，呜呼，耶呼！哇，我从没看过这种阵型呢，这种我最喜欢这种战斗阵型了。他们都很好心的躺在地上，让我们打他。嗯，我真的没有看过这种创新的战斗阵型。你干嘛不躺着就好了呢？反正结果是一样的啊。
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吧。影片后面没东西了，哼，真的。好暗。上面写德恩的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关掉吧。哎，打破第四道墙，哎，迪克。